对联创作的另外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节律未对拍啊。我们看这个案例：茶煮禅空香自在，秦明道庙大音城。好，香自在，它是一二节奏，对吧？是香自在，你不能说香自在，这样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所以它是香自在，那么它的结构呢是一二，对吧？那么大音城呢，相反，大音城你不能读成大音城，这就不对了，对吧？应该是大音城，所以它是断读节奏呢是二一，对吧？所以香自在是一二节奏，大音城变成了二一节奏，那么你上下连同样的这个位置节奏它就错位了，对吧？就不对了啊。而且在这里这个字啊和这个音啊它们的词性也没有对品，所以这个地方犯了两个错误。那么正确的应该怎么对呢？茶煮禅空香自在，秦明道庙运天成。